大家好，我是文。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是360到361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Good job，厉害哈，算你厉害。OK，好，那我们马上听一下是在360的地方。好，耳朵借老师，好，注意听哦。With great performance, Aaron has received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He was very delighted. 你答案填哪个字？它前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系词片语，它是因为它很厉害的 performance 一个表现的。那 Aaron 做什么事情？已经收到了三间大学的什么东西的？他现在是非常高兴的。OK，那我们单字一个解释啊，performance 是表现的意思。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哦，是 how well 表现的怎么样呢？是对一个 person。哦，一个 person 或者一个机器啊，a machine 怎样子呢？Work，可以了哈。接下来，Aaron 已经收到从这三间大学收到什么东西呢？那你很清楚啊，receive 它本身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后面加的是一个简单的受词，可以了哈。He was very delighted，他是非常的高兴的。Delighted 这个字呢，可以等于。Pleased，空格里面所填的是一个单字。那我们解释啊，如果是名词的时候，你看呢，account 是一个账户的，accompany 它可以变成是伴随或是共同存在的陪伴的意思，所以可以这样，to go with，这第一个重点呢、啊，或者怎样子呢，to exist 存在的时候，to exist at the。Same time，相同这个时间里面的。接下来，acceptances，它是可以当接受的，但是它有个比较特殊，什么？录取的意思，录取的哈。接下来，accessories，它是配件的意思。那配件的意思，它可以解释哦，解释是 something 这个字哈，配件的意思是 something 加在一个嘛，added 到一个机器上面的 a。Machine，或者是怎样子呢？一个 clothing 衣物上面的。那重点做什么事情呢？重点是 for 为了什么事情呢？你看呢？这个 purpose 这个目的的 purpose 怎样的目的呢？装修用的，所以是 decorative，所以这是配件的意思了哈。所以很清楚的，因为 Aaron 他很杰出的表现，他收到三间大学的 acceptances 录取，所以答案请你选 C。你答对了吗？好，你把题目看一下。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哪几个字会考？第一个 performance 表现的 how well for a person or machines work。接下来看到 acceptance 录取通知的，delighted pleased 很高兴的，accompany 是伴随或同时存在的，所以是一个 to go with 或 to exist at the same time。accessory 它是一个配件的，performance delighted accompany acceptance accessory。好，你把题目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听一下是在361的地方，好，注意听哦。The fact, rice flourishes effortlessly in warm climates, renders it an essential staple among Asian populations. 好，我们看360的地方，你注意看一下哈，360。你看一下题目填哪个字？他一开口的时候，一开头的时候是主词是哪个字？The fact。那后面呢，有一个哎，动词在什么地方？动词是个 renders。OK，这样子的哈。那这是主词的部分。所以我们看，我先解释，我们先把整个意思解释一次哈。这是一个事实，怎样呢？米在这个没有费力的
这样成长的，在什么温暖的气候底下，使得它变成一个主要的食物，在亚洲国家里面的亚洲国家里面呢，米是什么主要的食物的？你当天哪个字？这个地方主词是 the fact， 这是个事实的。后面呢，有一个可能是形容词短句或者是名词短句来当个后位修饰，来说明这个 fact。那动词是哪个字呢 ？renders， 使得，使得怎样子呢？使得它变成是一个 essential， 一个主要的，使变成的哈。你看 ，cause something happen， 使得它变成一个什么事情啊？这个字应该可以 render， 应该说它是 cause 的，造成了一个 something， 在一个什么 particular， 一个很特殊的状态底下 state。你看啊，这个 it 是一个受词，后面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受词补语。OK， 我们看受词补语的地方 ，essential 是主要的、必须的。这个字可以等于什么 ？necessary， 或者怎样 ？needed 所需要的。接下来一个 stable 呢？哎，我找一下我的订书机，哎，找不到，找到了，哎，我的订书机 ，stable， 这是订书机的意思啊 ，stable。那可是呢，它另外一种意思可以当做什么 ？main product， 主要的一个 product， 主要的产品。这个字呢，如果是一个主食的时候 ，food， 这个地方是主要的食物。在什么地方呢 ？Among， 在这个亚洲的人口里面，亚洲的人口里面，它是一个主要的食物的。那非常清楚哦，你说它是一个形容词句还是名词句呢？你看呢？如果它是一个形容词短句的时候，必须跟这个先前之间有点关系的。那如果是它是一个名词短句的时候，它是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它句子就是很完整的。你看啊，这个米它成长什么？毫无费力的在这个温暖的气候底下。那 flourish 这个字呢，就是成长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写哈 ，to 它去成长 ，grow 或 develop。怎样子呢？它成长的时候是怎样子呢 ？Successfully， 非常成功的，毫无费力的成长，在个温暖天气底下。所以我们很清楚啊，这个是一个主词，这是一个动词，它句子就已经很完整的。所以这个空格里面所填的是一个名词短句 ，wh 或 that if 非的这样的个名词短句就对了。可以哈，它既然是表示一种事实的时候，就很清楚，就只要填哪个字 ，that 就可以了。所以答案请你选 ，do， 可以了哈。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句，后位修饰来修饰这个 fact。好，你把题目看一下。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我们看一下啊，哪几个会考？这个字啊，成长的 ，flourish 就是一个 grow，developer 怎样子呢？就成长的时候 successfully。Effortlessly， 毫费力的 ；climate， 气候的 ；render， 使变成的 ；essential， 它是一个 necessary 或 needed 的 ；stable， 主食 ；OK，flourish， effortlessly， climate， essential， stable。OK， 好，你把题目再看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是361的地方啊，注意听哦。The fact. Rice flourishes effortlessly in warm climates, renders it an essential staple among Asian populations. 那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是在360跟361的地方，好，注意听。Aaron 因为很杰出的表现，他收到三间大学的录取通知，所以填哪个字呢 ？Acceptances。所以答案请你选 C。好，我们看下一题地方361。这个事实是怎样子呢？这个米它是一个主要食物的主食，在亚洲的国家里面的。那后面这个字呢，是一个名词短句，表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用个。That 就可以了 ，that 主词加动词，所以答案请你选 that， 答案请你选 do。OK， 你看一下。
我们刚才所讲的是360到361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厉害啊！好，我们下次再见了。好，记得多看几遍了，下面链接多看几遍了哈。再见，拜拜。